感到很幸福。岁月如风穿过霓虹，多少年才能人海相逢，相逢的人在分开的时候才会知道，曾拥有爱已经感到很幸福。哦，想你感觉空气里有你，想你天边的彩云变得像你，有是一个人都没有。我说让你转行吧，你偏不听。我就不转行啊！不是没人喝酒吗？我自己喝。我再挑杯鸡尾酒，情人的怀抱。不行，你都已经喝了四杯酒了，究竟什么情人呢？酒精度特高，特别伤肝。哎呀，哎呀，我本来还没事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倒觉得这儿真难受了。啊，真的呀！你看，幸亏我给你买了这个药，来吃了。这什么呀？洗衣店里卖的保健品，说是解酒保肝、抗疲劳。不是，全都瞎掰。什么瞎掰呀？你没看见广告说呀，肝可怎么办？吃了解酒保肝，第二天能舒服一点。这就是解酒保肝，来，给他吃了。我不吃。干嘛不吃啊？哎呀，不想吃嘛。你为什么不吃啊？我就是不吃。干嘛不吃？我不吃，吃不吃，我不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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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我一大老爷们儿脸色好坏有什么关系？哎，主要是吃得香睡得好啊，脸色就会好。你们先慢慢吃，我去上厕所。你吃不吃？我不吃。你吃不吃？不吃。哼！喂，你小心点，小姐。哼，怎么这么不注意？哼，原来程斌也吃这个啊！吃，怪不得他脸色那么好呢。哼，你吃不吃啊？啊？起劲儿跑多少圈了？一百圈。爱珠，我吃了这个青春美啊，我身轻如燕，跑一百圈都没感觉。哎，原来啊，我跑两步就腿抽筋儿，现在好了，腰也不酸了，腿也不疼了，脚也不抽筋了。看你们脸色都红扑扑了，像两朵红色的晚霞。哎，我们呀、都是红二团部队的。哎，对了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青春美保健品要做用户调查，让咱们把心得体会都写下来。嗯，这样你们先回去好好想一想，回头啊到我超市来，你们说给我听，说得好的我还有奖励。真的？疯的妈，好啊。哎，走走走，那我们先走。哎，待会儿过来啊。哎，好多了啊，腰也不酸了。呵呵，哎呀，你的腰不酸了，我的两只手可酸喽。哎呀，多亏老婆这双手啊，还有那只老母鸡，还有青春美，对，都是你的功劳。
老婆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。那你怎么谢我呀？老夫老妻还说谢？恰巧你、啊，哎呀，一点情调都没有。年轻的时候多会哄人啊，现在老了像块老木头。哟，一把的年纪了还要情调，也不害臊。你以为我让你像小青年那样吻我呢？美的你呢？得，嗨，我自作多情了。那让我怎么谢你啊？我呀，看你一件衣服，哦，你陪我去买。没问题。我要去爬山，爱珠他们都去了，特别好。没问题。我要到那绿间阁去吃顿饭，那就特有情调。行，陪买衣服，嗯，陪爬山，嗯，陪吃饭，嗯，我就单一回三陪。昨天晚上出车赚的钱，咱们全花光，嗯，潇洒走一回。哦，对了，我还烧着开水呢，哎，别忘了。哦，对了，哎，青春美别忘了吃啊。哎，忘不了。哎，在哪儿呢？就在这抽屉里呢。哎，包叔，周叔，哎，哎，我跟你聊聊，聊聊，聊聊。幸福街啊，又出乱子了。什么乱子？他们在徐玉的带领下，刮起了保健品龙卷风。哦，是为这事儿啊？都吃保健品呐，大把大把的药往嘴里灌呐。女人嘛，总是赶时髦。哎呀，他们还喊口号呢。哎，像这样，哎呀，从此以后我们要让幸福街的女人美丽起来，风光起来。好啊，女人美丽起来，咱们不看着舒服吗？哎呀，还有呢。他们说，哎呦，以后啊，我们要让幸福的男人头抬起来，胸挺起来，腰直起来。啊，还有这些啊？是啊，你看看，明显是对咱们幸福的男人不满意，嫌咱们没有男子汉气概，不雄赳赳气昂昂，对不对？都是爱猪脑的。我那老婆啊，她也跟着瞎学，前两天还非让我吃她买那保健品，我不想吃，她愣逼着我吃，再拿刀架在脖子上。她拿刀架在你脖子上，太凶残了吧？不是，她不是架在我脖子上，啊，那她是架在自己的脖子上威胁你。她架在那个鸡脖子上，她说如果不吃她买的那个保健品，她就不够老母鸡吃，顶多够两只鸡脖子。没办法，我只得服从命令了。哎呀，丹丹也是这样，非要逼着我吃。哎，说什么我天天喝酒，干干干干，可怎么办？吃就吃吧。前两天啊，我那腰疼得特厉害，也不知道是吃了这个老母鸡起作用了，还是吃了这药起作用了。呵，哎，其实啊，我就是不服气，什么事儿他们老逼着咱们干，哎，太伤我们男人自尊心了。要说啊，我也挺想吃的，像朱师傅您这样有英雄气概的男人都吃了，我不吃岂不太落后了？是啊。对呀，啊，有好处干嘛不吃啊？不吃白不吃。我先说，我先说，我先说，行了行了，你们都安静点，你们都抢着说，我什么都听不清，一个一个说，上大门先说。哎，我先说啊，厅长，青春美好就是好，就是好。哎呦，沙大妈，你别老是好啊好啊的，得有具体内容。那不会说还抢着说，说两句好就能得奖啊？听我的，青春美好。酱油一斤。哎，冯大妈，你这都什么词儿啊？是啊，错了错了，不是这页。青春美好，青春美好。哎，你这不也只会说个好吗？我还没念完呢，听着。青春美，让我生活兴趣高，走路不摔跤。听听，还押韵呢，你会吗？你写的不错，我都记下了啊。青春美好。青春美好，青春美，让我长生不老。好啊，哎，不错不错不错，不错不错。哎，珠，我也想了一点，哎，你也说说。嗯，哎，青春美好，青春美好，吃的青春美，我胃口好，我腿脚好，我精神好，我。我，哎，龙大妈念呐！哎呀，这就不念了吧？哎呀，你写的这么好，干嘛不念呢？念念，哎，快！我腿脚好，我精神好，我，
我大便通畅了啊！这后面这个有些不雅就不要了，那前面写的不错，是不是？哎，老沙，我们可都念完了，就差你了啊！对对，该你说了，说。哎呀，哎，有了，你们听着啊，青春美好，青春美好，吃了它，我跑100圈累不倒。好，吃了它身体好，男人反对我，让他往边靠。别截住我老太婆的青春道！你看你说好，真不错，真不错，真的啊！哎，别打住我老太婆的青春道！对。这个是程斌的，程斌在吃。你个骗人！我看见你在吃了，他昨天让你吃，你都不吃，现在偷偷摸摸的在这吃。是啊，我也太不应该了。我昨天思来想去啊，你想，幸福街的男人现在都在吃，程斌呀、快乐呀、还有大劲呀、朱志高啊，我不吃可能有点太落伍了吧？就是嘛，这样就对了。嘿，你看。给你买了这么多的保健品呢，你这两天呀腿总半蒜，我看你是缺钙，那就是不钙。你爱头晕呀，我看你是缺铁，这个是补铁的。补铁。你这个记性不好，我看你是缺锌，这是补锌的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最缺的是钱。钱。哎，我回来了。精神头不错，钱也没少赚吧？没错，今儿挣的钱啊，也全部奉献，潇洒一把。那吃饭吧。哎，别忙，先吃青春美。哦，哎，对对对，先吃青春美。哎，错了，这是女人用的，你吃那种。男人用的，女人用的啊，哎，对了，你看这边男人用的，这是女人用的，这看的一样啊，这有什么区别啊？这个，女人用，男人用，你看这女人用的有曲线，男人用的没曲线。哎呦，哎呦，这我吃这么多女人保健品，不会有事儿吧？会有什么事儿啊？我这个胡子会不会掉光？声音会不会变细？走路也妩媚起来了，这身体也变得曲线了，这不成人妖了吗？这怎么办？这太可怕了！这不会吧？哎，这样，你呀、双倍的吃这个男用的青春美，互相抵消就没问题了。哦，抵消，好好。是不是在找这个呀、哎、在你这儿啊，太好了，快给我。我讲你身体比较虚弱，所以要好好补补，因此呢我帮你吃了一个。什么？你把这个给吃了？是啊，注意你补不许我补啊。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补药，这是佟律师接了一个官司的重要证物，我随便找个瓶子装的。那这是什么药？保胎药。保胎药？哎呀，完了完了，我吃了保胎药了。杨总，你别着急啊，我能不急吗？大老爷们吃了保胎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完了，这个药它是假的，它的成分有问题。哎呀，那就更糟糕了，我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也就是几天不拉大便，有人已经证明过了。哎呀，你害我，你小子！哎呀，你随便动我的私人物品，没经我同意，我就没说你。怎么办？没事没事，你放心吧啊。
海珠啊，什么事儿啊，笑这么厉害啊？这朱志高在家啊，把刘毅的青春美给吃了，他担心自己变成女的。这青春美有这么厉害吗？吃几粒就能变性？就是啊，我刚才打电话安慰他说没事儿，他这才踏实了。就是，哎，老朱请咱们今天晚上到酒吧潇洒一把。哎呦，那这个太好了。就是。就他们年轻人能跑吧，我们也能跑。对，今天晚上我们也要疯狂一把。好，到时间了，我得要吃青春美了。哦，那就可以。我也实在是受不了。哎呀，是，我就知道你是逃跑来的。你说那些大妈阿姨们唱的什么歌嘛，简直就是鬼哭狼嚎，我再听一句我就晕倒。是啊，我觉得也是唱太难听了。哎呦喂，二位笑什么呢？哎呦，没关系，你回来了。对，我12点了，我刚到家，可我爸我妈不在家，说是跑哪儿去了，我就出来找找他们。哎呀，你又别找了，你找他干嘛了嘛？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爸、你妈还有徐一礼，还有三个大妈都在我酒吧乐呵呢。啊，真的？哎，你说这都几点了？他们这么大年纪的人了，还乐呢？哎，不注意身体了？哎呀，是这样的啊，你爸爸呢，为了报答你妈妈多年来的恩情，今天呢特意包了我酒吧的场子。现在正在里面甜蜜幸福呢。真的？哎，我前几天走他俩还吵个不停，我这几天回来他们就报答恩情甜蜜幸福了。是啊，他们甜蜜幸福了，我损失可大了。点歌呢一律要求免费，我想赚点酒水钱吧，嘿，全带着白开水来。哎呀，你看你小气鬼，大家都住在幸福街，你就做这么一点贡献，怕什么呀？就是嘛。切，哇，哎，这么热闹啊！哎，走去看看吧。算了算了，你还是自个儿去吧。我还要跟梆子在这谈心呢。对，我们还要谈心呢。就是，真没羞。走啊。哎呦，干嘛你？我差点就被吓出来了。晚了，你们还不睡觉啊？不去睡觉，我们劲头啊大着呢。你不累啊？累，开心啊！你不要把我们看成老态龙钟、走不动路的人。我们这些天啊，根本就不感觉到累。我们呐是健康新人类。我可累了，他们六个轮着找我跳，我真不行、啊。开心，你看你爸爸就是这样。我请他跳起探戈吧，他还做跳，你说说这。不是，我真累了。哎呀，爸，就是嘛，难得大家这么一乐，又听说是你请客，你当然得尽力了。哎，就是了。咱们这样吧，咱们就跳最后一曲《风
疯狂的坑吧。好啊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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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晕过去了，赶快送医院，快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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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心，怎么样？为什么不给他吃饭？一看就是饿昏了。啊？他自己不吃饭，他天天吃保健品。嗯，保健品能当饭吃吗？而且运动量还过大。对了。他今天晚上唱歌跳舞太疯狂了，他跳了有八支曲子，跳桑巴、伦巴，还有迪斯科，还有探戈。可苦了我了，我一个队六个，车轮大战，他跳了八个曲子，我跳了十八个呢。哎，醒了，爱珠。我怎么在这儿啊？爱珠，你昏倒了，这是医院。嗯，我昏倒了？不可能啊！我是健康新人类呀、啊，您缺乏能量，知道吗？怎么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什么呀？哎，难怪缺乏能量啊！我忘了吃青春美高能量营养片了，我啊，还吃呢。多少年才能人海相逢，相逢的人在分开的时候才会知道，曾拥有爱已经感到很幸福。哦，想你感觉空